铁站周边有便利店。还有一些小吃店，人流量非常的大。可以看到前边的左边有一个和田医院。右手边有一个居酒屋，典型的日本小医院。左手边就是我们的项目优住大阪王座。一共是七层。进去看一下，进门的右手边是邮箱，一楼的大门有密码锁。进门呢是电梯，一楼是有两户，这边一户102。这边一户101。这里呢是消防楼梯。让我们上二楼看一下吧。一共有七层，电梯有及时的监控显示。这面一出来是消防楼梯，然后是四户，从左到右是201到204。这是二楼的风景，201户。202户，203户，204户。让我们上最高层看一下。中间2、3、4、5、6，每一层都是四户。从房号一到房号四，面积都是一样大的，阳台有些许的差距，但是差别不大。每一个门呢，都是这种密码锁，两个锁非常安全。这个是顶楼的风光，顶楼的风景很好，可以看到七层。我们去另一面看一下。
从这一面可以看到日本的最高楼阿贝野大厦。阿贝野大厦所在的呢，就是天王寺站，肉眼可见。这一面的风景，四周基本没有遮挡。